嗨，清蒸多宝鱼，来一个哦。从多宝鱼的头部开始下刀，不要切断，切成厚度一厘米的厚片，组成的形状刚好是 J 字形。动作要快，姿势要帅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拥有一把锋利的菜刀，可以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。切完之后打开看一下有多长呢，大概在一米五左右。洗干净摆在圆盘里面，放上姜片葱段。这样有什么作用呢？可以去腥提鲜。放在蒸箱里面大火蒸它180秒，取出来挑掉姜葱，再撒上姜葱红椒丝，淋上蒸鱼豉油，最后一步就是浇油咯。做得不好仅供参考，希望我每天更新的教程对你们有帮助哦。先不说了，开餐啦。抖音记录美好生活。